的认知。好，来，我觉得试飞员是刀尖上的舞者，他们每天要面对非常非常多的险情，在天空中孤独又勇敢，他们要超出自己的极限，同时也要超出战机的极限性能。所以我觉得希望这部影片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试飞员这个群体，敬佩他们。谢谢，相信